是啊。哎，看看吧，严静给我打了十多个电话了。看来他还是不相信你。他不怀疑我才不正常呢。我爸跟眼镜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觉得小薇在我这里也不见得安全。你的意思是想先把小薇送出去，或者让荣耀来接她？不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眼镜怀疑到我了，肯定也怀疑过你。你无论是送出去还是找人来接，这都不是一个好办法。不是担心你的能力，是咱们根本就没有试错的机会。杨宗德这次手上的货源啊，我是必须要拿到的。这不仅关系到我和黎若生能不能扳倒眼镜，也关系到我们以后能不能见到幽灵。宗德手里的货源还有幽灵，他们俩果然是在利用我。所以你就还是担心？我是担心你。担心我？我不能让你出事啊。哎，从头哥，你们人呢？干嘛呢？我等你们半天了。你先别这么激动，我去看看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你说的我都明白。我啊，这样啊，哥，你先听我跟你分一下现在的利害关系。说你们就是不想让我跟小月走是吧？哥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真的就是误会了啊！你别怪弟弟没劝你，眼镜现在肯定已经盯上你了，就等着咱们把小月给送过去，把咱们一网打尽。你要是不相信我呢，咱们就冒险试试。我试什么？你想让我怎么试啊？聪头哥。我母亲啊，我有个想法，你要不要听听？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